你好大碌嘅啲卷啊！哇！周末一早，你们两个最忙了，忙着做吃的，特别是娜娜，你要做什么 ？Kimchi 炒饭啊 ？Yep。哎呦，你呢？你这是做什么 ？Not talking to you. No, Carlo, I told you not to do that. 你这什么 coffee 呀、啊？昨天、oh, actually, ice coffee 呀、啊、？Yeah, but it's supposed to be.You're supposed to freeze it for like 5 hours, not the whole day. And now it's super hard. 那等它化了吗？放在里面不要动了，等它慢慢化。I already put some hot water, so it will melt faster. 刷牙洗脸没有 ？Yeah. Yeah. 嗯，今天怎么这么积极啊？你小心你的杯子啊，等下飞出来了。Then hold it. I can't do it. 你等它慢慢化嘛，不用给它这样子。外面今天继续下雪。我这两天有点小感冒，但是测一下，不是 COVID， 测了几次都不是 COVID， 就是有点，这两天就是鼻音比较重，鼻塞。然后Hey, me too. 也没啥大事。你也是啊 ？Yeah. 哦 ，Carlo 也鼻塞。I can barely even breathe. 他昨天把那个 coffee 放在冰冻里面，弄了一块冰。No, because I'm supposed to. 你们怎么能喝 coffee 呢？不能喝 coffee 的。I don't know. 喝不了的，太苦了。No, I actually. The one yesterday I made is so bitter. 哎，还苦。放糖了。嗯 ，actually working。看一下你的炒饭怎么炒的。先把泡菜来炒一下。Oh, okay. Mer, Carlo, can you put this? Ding dong. Thank you. 火会不会太大了？他们吃炒饭，我吃包。I mean, a bowl, quickly, quickly, a bowl. Hello, 看过来，好不好吃这个炒饭？好不好吃？有没有辣？No. 满意？嗯。你都不喝了。你这个饭拉丝的。嗯哼。这雪下的越来越大了。今天又全部宅在家，他们在看电影。煮个养生茶，今天弄这个水果。半个梨，半个苹果，还有一点茉莉花、红枣，弄个20分钟。果茶。老大说想吃这个阿富汗的餐，过来给他买来尝一尝。好像还挺多人的这个店，我们不知道。这里有个这样子的店，很少吃这个餐。这是刚开不久的，应该。这种阿富汗餐在我们滑铁卢好多啊。对，买两个餐，他们三个人吃。有 combo 啊。有汉堡。Two combo, two shawarma combo, two. Yes. 还有 chicken 呢。Chicken omelette. 多少钱？33块，两个餐。你看阿富汗餐也不便宜啊，这个套餐都要
十几块。生意挺好的，好多人在等。他就是把那个烤肉给他片下来，这个烤肉，挂掉了。这个是家庭式的，人手不够，所以好多人在等。多少钱？两个套餐。33多噶，加埋税。税后是快34了。但系够三个人食，两个餐够三个人食。通常呢啲都是套餐嘛、啊。好像还有汽水什么。汽水。还有普丁。轮到我们了。Hello。太忙了这。I'll write what you said, okay? It's okay. It's okay. 很不好意思，一直说。那我们久等了。Yeah. the white one? Yes.先把酱插上去。Yes, yes. Yeah. Yeah. Okay. Okay. Yes. Okay. 然后再把东西塞里面。This.Actually, everything except the hot pepper and olive. Yeah. Yeah. 番茄、青瓜，我们不要那个橄榄。You know what? Actually, try call both of me into the ropes too, and then I'll put it down. Because they call one of the ones. Yeah, it's okay. Take your time. Okay, thanks. 把肉切下来。这是鸡肉吗？鸡肉吗？我净系得鸡肉啫嘛，喺度都冇埋，所以根本都冇埋。你好大碌嘅啲卷啊！哇！好大碌嘅，一個人食唔曬嘅，我食唔曬咯。次次都食到飽到我死。那再加點醬。挑两个喝的，这喝的套餐。Pineapple。这一家人还挺热情的，看客人等那么久，一直很抱歉。嗯，好了，给他们带晚餐了。来啦，吃晚餐，他们没下来啊。没吃火锅，他们，我们大人煮点东西吧，他小孩子吃这个卷啊。他说要吃。吃这个卷啊，这个两个卷套餐都30几块了。哇，一有吃的你看，蜂拥而来。Okay. What's this? 吃的好香啊。鸡肉，普天你自己夹，等阵啊，你自己分啊，你自己分，嚟 ，I'm starving， 食啦，先把卷吃了，看了 ，But it's my favorite food， 味道怎么样，一眼？你说想吃的，嗯，莫，你吃啊？
This is good. 你们吃吧，我去煮米粉。走去越南粉都是吃三十几。两碗，你哋食两个套餐就三十几啦。十一个半，食三碗先至三十五。好吃吗？呀，这个。娜娜，你喜欢吃这个餐吗？卡罗，你喜欢吃这个餐吗？有。哦，吃得完吗？我估计应该吃不完。你一个人肯定吃噶。太大份了。我们俩今天晚上吃捞化，加了火腿肠，还有招菜、酸菜，酸菜粉干，没有粉干，米粉，好吃的，就等于酸菜一样。哎呀，火腿肠很辣，红色的那个辣的。